这个怪鸟叫声。喵喵喵。小姐，你刚刚闹钟是不是响了？我有听，是那一件的铃声吗？那件的，那件有这么可爱的铃声？那个，啥？现在几点？8点多。8点8分。8点8分，哪里闹钟响了？你怎么设这么怪的时间啊？8点8分是？我的闹钟。8点5分，8点8分，8点10分，怎么这么15分，8点半跟8点4分，我没有一次有醒来过。你开一整排。我下一次就知道，我下一次要反而就是只设一个闹钟，因为当我设很多个闹钟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反正还有下一个。真的假的？盖好盖满。我是盖反的，对啊，你盖反了，笑死，你盖反。我妈舍弃无障碍坡道，我妈直接走这，已经开始爬到天了啦。可是大家都走无障碍呢。好多树，一堆树，到处都是树。银杏林哦。哦，他说他生病，木头。好可爱哦！我觉得刚刚阴影比较多的地方比较香嘞。哦天哪哦！我第一次看到活的野生猴子哎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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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！哦！哎，那里还有。他在 watch， 他在看什么？我们就赌他抢不到我的，没有了。对啊，我没有东西给他抢，只有外套。我们刚刚用极快的速度吃完了一堆香蕉，我们跟猴子决斗。Hello。凤凰山巨石就是这个吗？是一个被树环绕的石头，可是它其实都被挡住了呢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走到雾里面啊？哦，我还以为是我银眼太干还是什么的，原来真的是雾。雾在飘，看得出来吗？哦，这是啥？好久没看到会飞的金龟，哇！为什么现在是颠倒的嘞？因为我现在腰超酸的。好，都懒在床上的都市人。起来5.7，要3.1起来，加成高点了。差不多，4公里能将近哦。哦，谢谢啊。我们倒回去吧，倒回去吧。倒。不行，3.6。好不，咱来3.1。Oh no！ 好，走，好，来走。哦，我们陈总吧，好，走吧。哦，看起来好凉，好凉，好凉的样子。好凉，好凉啊！微微鸟。我们走到刚刚说的3.1公里的地方了，啊，好喘！哇，我们还有带香蕉，好 Q 哦！哦哦。
猫咪。他刚刚爬在这里。就这样，我们要踏上回去的脚步了。下山，下山，雾越来越大了，然后还有点飘雨。就是这个下坡有点费膝盖。哦，这边还有人数。啊，姐姐，姐姐在这啊。在这里，姐姐是前面。我是姐姐。这感觉很快就可以走完，超快的那种。我觉得走这个比较好玩哎、欸。哇，看到下面哎、欸，往下看，往下看，呜呼，呜，往下看，呜呼。我刚刚往下录，哇，你是以为你就走在水沟盖？哦，哪一只鸟？哪一只鸟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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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到了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快、欸，很加速。刚刚我们在这个东东上面，下雨喽，下大雨喽，哎呜！陈妈，你下大雨喽！这个，上面写溪头，但它盖的是反的，所以。哦吼！我们到彰化吃肉丸，不是肉丸，是肉圆。笑死，一直讲错。还是先开一个洞让它散热的。我觉得蛮好吃的、啊，虽然我现在只削皮，哈哈，有点烫。所以我们晚餐吃什么？